上香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哎，同仁，请你观众重阳，乡亲回乡，行好大吉。第二场，电击球击，金鸡得过。第三点，开地平安，顺利祝福大比，大比大进步，党土吉祥圆满，来请鼓掌。社长长官，我们入席。吼、哦，带咱的小朋友来遮，来伫这个大树卡坐起来，这个掠影的所在，做伙伫这个地卡佚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嘛用这支圆圆的条啊，来代表一座城树啊树。哦，堆落来，无管是榕树还是柳树，伊垂落来的款，啊，然后再阁用一支圆形的溜滑梯，吼、哦，予咱囡仔伫外口的时阵会当好好来佚佗。工作嘛，依托咱地方来加减来到观光，所以咱社区是爱管来建立艺术店吼，真正较歹势。是毋是甲咱遮个社区内底成员，大家小结合者？未来即个活动中心，咱柳树卡咱上参加，要安怎来甲做相关的广告，还是讲环境的维护，甚至讲人来使用的时阵，卖互伊电杆变上阿杂，哦，这可能嘛是未来咱柳树卡的一个重点，毋是讲具体的意义。所以希望讲，嘛要用这个活动中心的气候啊，带动咱整理好，大家一旦共同好啊来使用这个活动中心，啊嘛希望咱的前途未来再越来越好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后摆咱伫个旧古桥遐吼，啊，咱这么够一千万要伫未来建筑，啊，以后的自行车的步道来接尾旧古桥，啊，搁叫一栋细细活动中心哦，可以让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可以直接休卡坐。啊，祝大家六个月后，咱家就是新的一栋，咱家的活动中心哦。这基地上细节就对吼，啊，我相信将来这个工程啊完成了后了吼，不管讲是硬体本身吼，啊，周围的这环境，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，适合咱啊这村民大家会当来利用就对吼。这几年县政府含咱这乡镇市公所吼，大家通力合作，有真济这传递吼活动中心的。那不是新起，啊无就是做真重大的一个整修就对了吼。啊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中心，有法子通提供予咱庄头社区一个集会的所在。咱庄头啦，大家较集会吼，啊，这感情就会愈来愈好吼。啊，大家咧就愈来愈团结啦吼。庄民啦团结，大家才愿意共同来关心咱庄内的一个代志，安尼这个庄才会兴旺啦。Thank you.